摩羯座的人不是都是恶魔了哈？绝非恶魔党，可能只是比较龟毛。要挑战首都的陈时中和高雄市长陈其迈都是摩羯座。民进党官方 IG 贴出18位县市首长参选人星座解析，水象星座占压倒性多数。水象有8人，其中双鱼座就占4位，包含嘉义县长翁章梁、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虹、云林县长参选人刘建国，以及花莲县长参选人 Glass。民进党还下注解水一般的柔情，其实双鱼座是工作狂哦，那不把事情做好，然后做完做满不会罢休。那我觉得我自己很像是24小时的便利商店，再加上我又是一个温暖坚定的人，跟人的之间的互动。建立感情的速度会比较快，在那个感情的基础之上，会更加的了解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期盼。其实双鱼座非常喜欢工作，而且他非常适合当 leader。浪漫只是他的一个某一小块而已，但实际上他就是非常爱工作。风象星座有5位，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是水瓶，台南市长黄伟哲是天平，参选桃园市长的林智坚则是双子。普遍大给大家的一个感觉就是很有弹性啦，会随机应变的一个星座，因应时间或者是空间，甚至因为民众的需求哦，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哦。南投县长参选人蔡培慧和总统蔡英文一样是处女座，火象星座则是18人中的稀有动物。我是牡羊座，那我也是很标准的牡羊座，因为牡羊座是热情而且有行动力。参选人星座大解盘，绿营用活泼的方式推荐，拉近与民众的距离。三立新闻刘行章、惠启报道。